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我嗰日咧就走去嚼個林翠麟，就閃親條腰，而家就要練下啲功力，就下次咧就即係爭半尺位嘅上次。諗住兜巴升佢嘅，升唔到，係嘛？咁啊，大家支唔支持我哋繼續搞佢先？嗱，頭先我哋咧就提過七一，今年七一，我哋要俾好戲呢班特區嘅狗官睇，啱唔啱？香港人網加埋人民力量，我哋組織一條以千人為單位嘅呢個隊伍，得唔得？嗱，今日呢度。我哋有六七百人喺度，每一個人揾三件得唔得？我下巴輕輕啊，真係揼你噶！啊，再問一次，每個人揾三個，七一上街遊行得唔得？我哋一定要喺七一裏邊，將我哋嘅人民力量，將我哋香港人網。作為香港最巴閉嘅呢個新媒體，係咪要俾啲顏色香港特區政府睇？所以希望大家一個人帶三件，老人家又得，細路仔都得，有冇問題？咁我嗰日即係差啲撲親都值得啊，大佬咁啊，係咪先？所以希望大家嗱，我話俾你聽啊，呢個世界好簡單。法不自重，你人多佢就冇你扶啦。而家我哋咧就會喺度研究一下，嗰日遊行完之後點搞？我哋上次咧幾千人坐喺皇后大道中，係好得人驚嗰日。但係一早冇隔過，所以我哋後來就撤退，就後來俾其他啲八十後就坐喺個皇后大道中度。如果我哋七一，我有一千人圍住你個禮賓府或者二千人，你都撲街啦，啱唔啱？嗱，我話俾呢個警務處長曾偉雄咧，又姓曾嘅。曾蔭權、曾俊華三個曾咧，就一定令到呢個特區政府咧就早即係早啲收檔，因為呢個曾偉雄中意玩嘢，佢以為佢真係公安部長，你知唔知啊？所以佢七一佢又會強硬嘅，所以我哋一定係要俾啲顏色呢條光頭佬睇啊，啱唔啱啊？所以我哋人民力量，我哋會開會傾七一嗰個抗爭嘅策略。我哋會比舊年七一，我哋會玩得仲激少少，大家唔使驚 ，OK？ 啲老弱傷殘嗰啲咧，我哋唔會你即係去衝嘅，我哋梗係揾阿周顯嗰啲打得佢去衝噶嘛，係咪先？或者馮兆雲都得嘅，抽我好嗰個新副社長，係嘛？我哋梗係要揀人啦，係。嗱，各位，而家香港咧真係衰到貼地㗎。我唔係想抽呢個民主黨水，你睇下嗰日一個咁重大嘅憲制改革，即係話立法會議員如果出缺不得補選，然後要一個替補機制，一條咁嘅法律嘅首讀喺立法會裏邊，總共得六個議員，民主黨八個，一個人都唔喺度。我衝出去嘅時候，大家睇下個畫面，後邊班冚家產全部走曬嘅。呢啲叫做民主派，咁我哋十一月投票咪叫佢撲街應該？如果唔係民主黨喺舊年六月廿五號支持政改方案，同共產黨密室談判，會有今時今日又收緊議事規則，又唔准補選，跟住又規管互聯網，係咪啊？會唔會出現呢啲問題啊？各位，所以罪魁禍首係邊個啊？是不是這個叫民主黨撲街啊？所以我們今年年底十一月的選舉，一定要叫何俊仁落馬在區議會，叫李永達落馬，錢仲佳落馬，啱唔啱？等他選個超級功能組別選得咁撚過癮啊嘛！我們要爭氣啊！我們現在靠什麼啊？就是靠張選票啫嘛！你又唔打得佢，係咪最多屌下佢啫？係咪先？靠咩啊？就係靠張選票，張選票就可以教訓佢啱唔啱啊？如果唔係，佢又贏翻個位，唔得閒大大聲。
咩票債票償，因為我又贏啦，咁你咪嘔血，我呢成暴打佢噶咯喎，好底盤路行噶咯喎，啱唔啱啊？所以各位真係要贊旗，你張選票好緊要，唔係就係你自己票曬啲隔離左右啊。總之有白鴿講嗰啲就叫佢翻屋企瞓覺，啱唔啱啊？你而家望下劉慧卿個樣幾衰啊？你個幾樣衰啊？嗰日喺選管會度人哋講規管互聯網，佢講第二樣咩喺度爆，係嘛？喂，呢啲就好簡單，呢種就叫做自掘墳墓。冇睇文件。喂，我撐咗劉慧卿二十年啦。冇睇文件。佢當年喺台灣俾人話佢支持台獨，我喺度撐佢。佢嗰陣時嗰啲所謂盟友，包括陶謹申接受大公報訪問，我同劉慧卿意見唔一樣，咁樣咧幾撲街啊！呢班人係嘛？所以大家真係要爭氣。我哋今時今日仲有咁多人支持，就真係因為有個香港人網。你指意嗰啲《蘋果日報》呢個肥佬啊，呢個冚家產，指意《明報》係嘛？呢啲所謂支持民主派嘅報紙，我哋啊一定做黑業。你大家看看，如果沒有人網，沒有2006年開始，蕭生即是想都不用想，即是我老實說，即是我跟老蕭拍檔都不是第一次的，他帶領我做上市公司主席，跟著仆街啦，是吧？當然啦，他帶領我很多東西，我告訴你，我記得我2003年在立法，不是這個紅館做show的，叫做小李老懵啊，咁啊，全場一齊啦，係嘛？鬥少嗰陣時，老蕭喺現場啦。嗰陣時佢曾經叫我：，要買啲兩股倉啊，炒股票啦。我話我啲手指斬撚曬，你仲叫我篤手指，係嘛？但係老蕭真係嘅，你睇佢做互聯網，佢係貫徹始終，冇停過嘅。當年我1999年同佢一齊做呢個 Cyber， 係嘛？咁啊，佢揾錢能力強過我哋好多啦嘛，揾水翻嚟啦，係咪？咁我啊周圍走去做 low show 啊吹啦，係咪？吹到嗰嚿嘢幾大啊！我哋好早就做互聯網嘅，跟住我哋封咗麥之後，老蕭又佢搞個人民台支持呢個黃愛賢，係咪？到我搞 my radio 嘅時候，老蕭係義無反顧，用好多錢，落好多心機，搞到今時今日，香港人網同埋 my radio。成為香港新媒體的中流砥柱，所以我哋大家要俾啲掌聲老蕭。老蕭，我幾驚佢變態啊！老豆正話行出嚟，我交個棒俾阿萬必啦，咁哇咁我定咗好多啦，而家你明唔明啊？好，早輪有一次，大家都記得咩？舊年幾時啊？佢叫話要揾鬱敏我哋分家啦，同埋呢條牛底開始，我死啦仆街啊！老蕭都賴嘢，咁點搞咧？係咪先？咁但係而家咧，我定個台炸彈，因為老蕭話繼續搞落去，仲會加大對香港人網嘅支持。咁仲有個萬必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哋對香港人網嘅前途係充滿信心嘅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，好唔好？我哋要令到香港人網成為香港互聯網最少排喺10名之內，好唔好？